你好，我是陈桂英 Stella， 也是即将在一号课堂为你带来领导者的位置哲学这门课的讲师。我一直在于这个领导的位置已经27年了，但在这个27年当中，其实我也真的是找到方案，我也找到方向，然后我也真的过关。我想帮助很多人一关一关的过。这位置哲学，我是做领管创，做事情在于执行，都是在过程当中是不简单的，是需要很多人的配合，我还面对很多的挑战，甚至在于很多的妥协。执行这一块，我经常说做是很容易的，甚至做是可以真的 SOP 去做，但是你在一过程的当中，你一定要有阶段性的成长，你才会走往这个领的这一块角度出发。人与人之间有超过一个人的话，那就是有在团体了嘛，那团体过后怎样变成团队，所以团队的这一块来说，怎么样去领导团队把它这个架构做起来，然后从这个领字出发， then your people and people is perfect， 然后你就可以在创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。从这个位这边来说，我们拆开来，这个人和一个力就叫位。人在这块你很难领嘛，但是有个力很重要，那就是立场。你一定要非常的明确 ，Who are you? Why you are here?Where you want to go? What is your goal? 然后最后你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找到共识，这样事情做起来是容易的。所以往往立场要非常的明确，你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还有自己的角色和角度要搞清楚。搞清楚了过后呢，事情规划了过后，执行的时候边做边调，这样的话事情可以搞好，人也可以搞好，沟通好，那就比较完整。我的四心法是非常简单，加爱、减恨、成感恩、除是非，加减乘除，这非常的重要。但是在于这个加减乘除，如果不平衡的话，你的身心灵会不开心，所以你会觉得越爬越高，压力越大，然后你工作就不快乐，那人生就好像没有办法平衡。一定要找到自己，整理好自己，然后从自己出发。我是陈桂英，欢迎到一号课堂收听领导者的位置哲学。我们课堂上见喽。